睡。房间日夜排练，我们听着唱片，唱片来自那张片，好像摇滚万岁和主茶小店都在森林边缘，我们都想离开这边，追寻另一边，苗栗孩子搬到台北求学，水手之子中高级进行一路校园，和高雄学弟但是看不顺眼，我们曾走过无数地方和无尽岁月，大家就会有无法遗忘的光辉时间，那年我们都冲出那眼前，这一门通向了姻缘，这一门外我觉得上海少了黄信源会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像是小米的家电啊，京东啊，农夫山泉的老板啊。Without you in Shanghai, Ernest, I would have one less person to speak English to. 哇老诶！简言之，没有他就是上海少的台湾人，然后呢变得非常的不方便，因为没有小别墅可以玩了，然后呢也没有好吃的可以吃，要吃要自己多另外买。马认识的嘛，对吧？然后因缘际会在旅程当中呢，就是开始玩了桌游。跟 Ernest 的桌游小团体之前，我们在上海这两三年也没有特别就是一群这样子总是一起出来玩的，也没有到这么惨，但是就是变得很有归属感。玩桌游的朋友吗？ If not for Shanghai, we wouldn't have met. So I'd like to thank you for being such a great friend and introducing me to the world board games and also letting me know such a great bunch of friends. All the best.说呢，就是一起玩桌游和一起玩乐的小伙伴，也因为华炫他常常自我打脸般式的发言，让我们生活充满了欢乐。谢谢他这三年来被我怼来怼去，疏解了我很多的压力。回到平凡的世界，生活中充满孩子哭声、柴米和油盐，这和你走过麦地去花园，这一门外有你的。你问我全世界是哪里最美，答案是你身边，只要是你身边。 yeah, yeah, yeah 新建恭候二老前坐那个小房间，手马准备，宵夜是大鸡腿，每个梦都像任意门往不同世界，而你的故事现在正是起点。